又见面啦，昨天没有来，今天我又来了。今天我在户外播的时候，你看全都被那个蚊子咬的包，我天哪，难受死我啦，户外好辛苦啊，各位宝宝们给我点点关注吧。我是好，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Power 型的爵士。也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好累呀！关注再走一走，关注的再走一走。刚才的那个舞就是属于比较酷的，比较有力量型的。好，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温柔的舞蹈。我找音乐啊。好，下面给大家带来一个 low body。
欢迎大家来到九九的星星社，蓝猫星星就在这里，我是你们的户外主播芒果。喜欢芒果的宝宝们帮我点点关注。你们看我今天在户外播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都被蚊子咬了，这全被咬的包，妈呀好难受。好，各位宝宝们给我点点关注，希望你们喜欢芒果，喜欢芒果的舞蹈。看私聊，看私聊。哦哦，OK OK OK， 我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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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，让我喘一口气啊，太累了。我刚才在播的时候，后面一排这样一排就叔叔阿姨呢，站在后面给我捧场。好，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第三个舞蹈，希望大家喜欢芒果的舞蹈，顺便帮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现在给大家带来一个拉丁爵士。我是你们的户外主播芒果，喜欢芒果舞蹈的宝宝，给芒果点点关注吧，谢谢各位哥哥啊，再帮我把关注点一点吧，谢谢大家。我挽一下我那个袖子，好热呀，我在外面穿着长袖长裤，又没有空调，还要劲歌热舞的，热死了啊，还要被蚊子咬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关注点一点。好了，还有最后我看还有多少时间啊，还有一点时间，再给大家跳一个。
明天7:30到7:45，我还会跟大家见面的。我们明天再见。今天芒果就跟大家说拜拜了。喜欢芒果的，记得一定要帮我点点关注。今天我的档就要结束了，好热呀！后面还有更精彩的舞蹈在等着大家，大家不要走开。大家顺便帮我把我的关注和后面主播的关注一起点一点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再见。广告之后马上回来，大家千万不要走开，还有更精彩的在后面等你们，拜拜。今天芒果就要下档了，累死我了。还有10几秒吧，10几秒的时间留给大家，给我点点关注。